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番茄 Yuri。那你们接下来看到的影片呢，是我在 Monster Hunter World，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《萌哈》里面的，算是成长日记影片。所以它并不是正式，就当初并不是正式为了录游戏而录制影片，所以可能很无聊，但只是要是拿来做我在《萌哈》里面的记录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你觉得可以愿意看得下去的话，也欢迎帮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如果你没有很喜欢的话，就记得可以点右上角叉叉说再见喽。那之后会不会有其他影片，大家就敬请期待喽。接下来以下是我在萌哈的猎人日记。虽然我不知道我们家猫猫在干嘛，就是。好帅！嗯，什么东西？肌肉强。哎，阿瑶进去了。嗯，我也可以去啊。没有，我前面的我要先看完动画，因为他参加人数是一。啊。那我要看到，有可能会看到人生中的第一次灭金龙了，有可能啊，好帅哦！旁边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啊？全身包的紧紧都看不到。我要去哪里？你是我要等他飞？为什么我们还没办法进去？我还没上到龙山岭那张。你现在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外边，你要走出那个营地外面，然后去找那个翼龙的那个飞的那个东西。你在龙山龙上面了。嗯。很快，三二器官又来，可以发出就耐心够了。好。我来了。阿瑶，如果要的话，今天其实也可以带你一路冲到结尾。冲到什么？结尾？你不行啊！那个古龙前面的收集遗迹其实超麻烦。不会啊，他不能进你的任务哦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扫起来了，扫起来了。但是有别种方法。而且那个遗迹其实固定位置还蛮好找。排列機関を発見しました。哦，黑鳞龙退啊，太好
入れろよ。大部分都不是我打，都是吃火龙打，我就在旁边看戏而已。哦，我打完一个了，好像也打。順調だな。別の排熱機関を探せ。外殻が変容、マグマの流れにまた変化が。还有那个矿，你可以挖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没看到哎。哦。振動はマグナラを吸う力を貯めています。今天怎么那么？やつにダメージを与えて広ませろ。エネルギーの放出を防ぐんだ。猫番茄好像卡在你身体里。哦。これより高速に取り掛かる。背の上のハンターたちはそのまま待機。反発式高速弾の用意はいいか。行けるぜ、じいちゃん。原来这可以上去。它在最高的地方吗？它在最里面。动脸是你打完了、谁在跟你在跟我说话吗？扛伤害是不是？哦，对啊。哦，打掉了，我刚打掉了，最后一下。走，你要去打，你可以去看一下秘境。当然，时间到了，他自己也会消失。这边有矿可以挖。哪里？接下来是打残爪的，残爪龙打的，就是打黑角跟角龙两只同时了，好棒棒哦！我会直接死给他们看哦。模式改变了，遇到了。マグダラオスが二足状態に体勢変更。ハンターたちはネルギガンテの撃退を続行。任せたぞ。我要去你看吗？这只龙在哪里啊？你看你它应该感觉好像在上面还是在哪里。
他在我的上面欸，上面我知道啊，他是九十啊，番茄，你的那个土沙，是怎么？你是收集满那个力战的？不是，你是进人家的。对，我是进人家的打过一次以后，他就出力战给我了。好哦，你要的话，我也可以开给你。可能真的需要。那的那一只吗？部分那只是角龙吧？不，它就是那只，就是那一只飞走的那一只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就是那一只哦。对，那文明怎么这么大只哎？没有，那是因为它现在飞走了。你刚好看到它多大只吗？不懂。我看到的时候它已经起飞了。好，那来不及。哎呦喂！不太妙啊！マグダラオスが養殖状態に体勢変更、再び進行を開始しました。気をつけて。よし、氷壁前で迎え撃つぞ。ハンターたちは、そのまま背の上で待機。我都看到了，在被默默来采访。我有问题，那这样之后打灭镜龙的时候，我就会飞到他背上吗？没有。哈？不用，灭镜龙是不会在这边打。灭镜龙有自己的地图。对。哦，是哦。还有专属 BGM。去打参转龙，我现在在打一个可以打的东西耶。全調査員に告ぐ。他有扣血吗？最終攻防に移行する。他有破坏部位就是。あらゆる手を駆使し、ラグダラウスの体力をできる限り減らせ。もちろん、これが最後の砦となる。他是翼龙，哎呦！真的，翼龙被啊，来啦！要搬炮弹了是吧？是，那这里是不是空的？可以，等一下可以用起龙枪。我们还有猫猫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你们家竹炭是在我这边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风上来了，张干底汤。
炸裂。嗯。真的假的？有打 Cold Red？ 有啊。他是那个哎、欸，你打的银眼王龙啊？他好像不是我自己打啊。通常是会弱化，没有错。龙枪啊！可是还不是我们。要帮忙吗？还是不用？其实还好，但是我想要问，我要怎么用机动枪？应该会有个按，有一个可以按的东西才对。在船上，船上我们还没有在船上。机动枪的使用地点是在船上，船上上面会有按那个就是按钮，你可以把它转开。问题是我要怎么下去？跳下去啊！走到最边边跳下去啊！下去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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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下去了。哦！我直接进到水里啦！跳歪啦！他一会把你拉上来的。嗯。哦，我汉方药快用完了。我已经弄完了。居然也要用完了！マグダロスの体力減少不十分です。
然后直接猫掉。啪啪啪！现在是可以发射了的意思吗？你说几龙枪吗？对啊，可以啊，你试试看。船头，船头，爬船。船头，对不起。船头，好蛋吗？你是不是跑到船尾了？没有，你跑的方向是对的。你去找一个拉杆，它是拉杆。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它还在上面。上面。啊、哦，结束了。哇，没关系，我看动画的龙枪，可是我再看前面能看到拉杆，还要再上去，对，还要再上去。现在是，是 L 吗？没用，看起来更没用了。至少它看起来漂亮，好不好？现在是个花瓶，它之前连花瓶。可以哦。Hello。嗨嗨。真不懂精致。嗯。漂亮。我觉得我玩火。嗯。好笑。他们把这个货拿来一个。Number 3。没事没事。还是很有用处。哦，这一幕画的好棒！你的，嗯，贴近我，冷不冷？没听到声音。不是，啊，是。阿翠还在任务中吗？嗯，不知道，我早就出来。这个人好帅哦！原来他把面具拿掉如此之帅。任务结束的时候，看到我人正在爬楼梯找拉杆，超蠢的啦！我在陪打一个任务哦。你就要结束，对不对？累。哎呀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今天想要到哪里？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目标哎、欸，其实。那你有体力吗？嗯，现在是还可以啦。你的是开放，你的集会有开放吗？有啊。应该有吧，还是极限好友？我有点忘记了、欸。你可以帮我看一下你的机会设定。等我一下哦，我现在在跑条。其实他们可以透过，我知道集会区域嘛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可以冲，他可以加番茄的。可是前提是他们也要有我的 Steam 好友啊。集会区设定。设定里面的哪一个啊？最下面有一个，就是你的那个集会区域是怎么加入？设定最下面，我看一下哦。嗯，
任务参加自动许可。你今天要带阿瑶全部跑完了。很小。也要有人啊，没有人我也跑不完、啊。很小。最下面，可是，我没看到哎、欸。等我一下哦。我只有看到任务参加许可设定是自动许可。我们先把发布打一打吧，活动两次，残爪龙一次。哦，我的狩猎暴鳞龙出现了、欸，因为你已经到上位了。恭喜你进入上位任务。你刚刚没发现到你的挖的所有矿石，它全部都会讲话吗？矿石会讲话？就是你只要挖到新的东西，它不是都会写你挖到的是什么？不是，我刚才挖的都是龙山龙的东西啊，所以我觉得可能看不出来。猎人认可变成十，十就是上位喽。哎，所以这龙山龙的等级目前就卡在这里了、欸，这个意思吗？他后面还可以继续打龙山龙啊，龙山龙偶尔会出来，就是告诉你可以打。哦，Hello， 大家好，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。那我今天的猎人一集就先告一段落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请你们继续看下去喽。当然，最好的游戏体验、最好的剧情动画，还是要靠自己体验。那我是番茄尤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